12日，孙俪晒出一组自己写书法的照片，照片中她站在高台上，拿着毛笔在墙上写字，写就一幅字，字体工整，看得出功底十分深厚。孙俪穿着白色线衣搭配牛仔裤，外加一头短发，看起来颇知性。此微博发出后，网友纷纷点赞，娘娘真是精通六艺，无所不能，娶了你邓超是积了多少德啊。其实在娱乐圈，像孙俪这样书法好的明星还有几个呢。才女徐静蕾从小就学习书法，写得一手好字的她不仅能演能说还能写，过去她还曾在不少场合大秀书法，功夫实在了得。娱乐圈天王刘德华书法功力也是时有所闻，过去还曾流传他一字价值30000港币，而他真迹究竟如何？去年八月，他曾在官网抛出一张亲手写的心经，让人一窥自己。国际影星章子怡镜头前霸气十足，但先前女星姚晨曾在微博抛出一张章子怡写给她的字条，只是自己却被网友吐槽，直呼让人不敢恭维啊。12日，孙俪晒出一组自己写书法的照片，照片中她站在高台上，拿着毛笔在墙上写字，写就一幅字，字体工整，看得出功底十分深厚。孙俪穿着白色线衣搭配牛仔裤，外加一头短发，看起来颇知性。此微博发出后，网友纷纷点赞，娘娘真是精通六艺，无所不能，娶了你邓超是积了多少德啊。其实在娱乐圈，像孙俪这样书法好的明星还有几个呢。才女徐静蕾从小就学习书法，写得一手好字的她不仅能演能说还能写，过去她还曾在不少场合大秀书法，功夫实在了得。娱乐圈天王刘德华书法功力也是时有所闻，过去还曾流传他一字价值30000港币，而他真迹究竟如何？去年八月，他曾在官网抛出一张亲手写的心经，让人一窥自己。国际影星章子怡镜头前霸气十足，但先前女星姚晨曾在微博抛出一张章子怡写给她的字条，只是自己却被网友吐槽，直呼让人不敢恭维啊。